进 H 是哪里的车牌号码？在21世纪，汽车成为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代步工具。那么进 H 是哪里的车牌呢？进 H 是山西省忻州市的车牌号码。忻州市古称秀容，位于山西省中北部。自秦汉以来，忻州一直是边关重镇和战略要地。隋唐以来，一直设有州治，素有晋北所越之称。革命战争年代，忻州是晋察冀、晋绥两大根据地的中心腹地。著名的忻口战役、夜袭杨明堡机场就发生在这里。忻州是旅游热区，拥有佛教圣地五台山、雁门关等著名景点，有着摔跤之乡、中国八音之乡、中国杂粮之都等城市名片。